地球的点券 Russell 梅娟的 YouTube 个人频道。20243月9号 Russell 梅娟拍摄于台北市士林区双溪河滨公园斑纹鸟观赏。这种鸟三五成群飞来飞去，三只拍起来比较不好拍，三只拍起来比较不好拍，看起来不好看，就拍一只，三只一起拍不好看，就拍一只。这种鸟三五成群飞来飞去，它喜欢吃干芒草，一直在啄干芒草。鸟都是三五成群的飞来飞去，鸟就是这样的生活，鸟就是这样的生活，三五成群飞来飞去。拍一只看起来比较好看，因为距离太远，所以今天拍起来不好看。距离太远，拍起来不好看。风又太大，不好拍。风又非常的大，不好拍。距离又很远，不能拍太近，拍太近它就飞跑了。这点知识也不了解，这种知识也不了解。当主角的 Russell 梅娟，实在对大家觉得，对你们大众觉得，个人 Russell 梅娟非常的辛苦。个人 Russell 梅娟觉得对大众让我觉得非常的感觉辛苦，就是这样。大众让 Russell 梅娟感觉特别辛苦，就是鸟不能近拍，靠太近它就飞跑了，而且今天风非常的大，不好拍，拍起来比较不美，而且也不能三五成群的拍它，只能拍一只，三五成群拍看起来不好看。这点知识也不了解，让当个人主角的 Russell 梅娟觉得做人非常辛苦，就是大众的知识不足，大众的知识不足，让 Russell 梅娟个人当主角觉得非常的辛苦。今天就拍到这里结束。